有这么一个奇怪的，在 Threads 上面的一个，他故意把这个照片的关键人物打了爱心的马赛克。这是我在政大上课时拍的合照，巧心啊，上课呢是背名牌包配夹脚拖，当时巧心应该大四，距离家里早餐店关店大概一年。翻照片觉得那个包包感觉不错看哦，请问有谁可以帮忙看看巧心背什么包包吗？那个包包有多少钱吗？不用看照片了啦，全能估价网，我们那个什么。韩冰哥点播点了这么久，我们欢迎巧心出来走个秀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因为为什么要走秀呢？他不止包包带来了，但是我这个没有拿开、欸，我要拿，要整个拿起来一起，麦克风。不是，我刚给你一个那个，你刚才拿那个，你要给我一个什么？你看，动麦，这个感冒药真的是很可怕的。那个刚有一个，我刚刚给一个麦克风吧，你腰上的那个行动麦、啊。对，那你那个，那它但是连到這裡，不是，你身上这个是这个，你先放著。这是一个罗生门，那你腰上的那个麦克风，哦，对，你拿着讲就好，拿着讲。你现在胸口这场面也太混乱了吧？你胸口可以拔掉。对，我懂你意思，我太强，不小心被大家看到我们平常怎么别麦克风的啦。我跟你讲，吃感冒药真的是会真的很汤哎，我没有看过你这样子哎，真的。没关系，你直接拿着就可以讲了，直接拿着，因为我一定要把它憋好，我一定要把它憋好，强迫症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吃感冒真的会。对，感冒药你的剂量太大的话，真的会强。有发流感是有发烧吗？没有发烧，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家两只才刚吃完流感，才真的哦。但是最近感那个流感很严重，不要这么自然好不好？在画面当中，现在的直播实在真的太幽默。来，我们先欢迎巧心对着我们的镜头走个秀，来，我先走个秀给大家看。好，你们想看的鞋子跟手表都在哈。近哎、欸，太近太近了，来回来一点。我们继去年他的那个进。选的包包被说是爱马仕之后呢，好，今天他的全身的行头包含了该当是 LV 包，对，哎，该当是 LV 包，就是那个照片那个包包，以及该当是 Prada 的厚底鞋，对，我的 Prada 的厚底鞋，对，为什么要买这双鞋？跟大家说哦，因为那是我在市面上看到最高的一双鞋哦，这几公分，珊珊，你要不要穿穿看？今天这节目会不会莫名其妙？珊珊，你脚是几号了？但我没穿袜子就是，因为可是这样子会不会太残忍啊？我穿袜子的话就是会塞不进去。可是我穿上去的话，我跟你的身高，你就垫一垫呐、啊，你就垫一垫，你就比比看多高。比我的高跟鞋还高、欸，比你的高跟鞋还高。不是，你们不要再这样子了，这样子人家会以为我们跟把床搬进这个这份节目的节目是一样的 level。我们没有要躺哦，我先说，我们没有要躺。不是，我们没有一人之躺下去了。而且这一双鞋，它的底大概有快七公分哦，所以你知道我这么矮，我只有154，那加了七公分之后，我可以上到160。所以为什么我一定非得？你家这双鞋是差不多快160是吧？我要不要165？我差165啦。真的呢？有吗？对不对？其实真的不用拍我的脚有吗？对不对？有啦。你几公分？165，对不对？那我这样差不多160嘛，对不对？厉害。然后因为它又是平底的，我穿不了高跟鞋。所以你就干脆直接穿齐高的。对，所以我穿齐高的，然后这样子感觉也会比较高。所以那时候我看到说，竟然有牌子有出7公分、6.5到7公分的鞋子的时候，我二话不说，不管它多贵都要买。而且我已经穿了好几年了。其实你们在各大场合应该都有看过这双鞋。对对，然后我也从来没有遮掩，因为我觉得就这就是一个皮鞋啊。男生买皮鞋很多也都买很贵的啊。我就问为什么男生买皮鞋有的可以买10万、12万。为什么我买一双4万块的鞋子，我天天穿？当市议员的时候买的？不是，我是当立委，对，当市议员的时候买，因为我当立委才几个月而已。对 ，OK 啊，那你有那个经济能力啊？对，所以这个鞋子我买了是非常满意，甚至我在有同业，就是新闻同业贴了那个鞋子，问说要不要买的时候，我还有去留言说买哈，我觉得很值得。然后你也加入吗？对，我就说我买了，我觉得很值得，哇，非常值得，因为你就直接增高6公分，而且它是平底的，所以你不会有踮脚的那个脚的那个压力，对，你不会整站一天你就开始脚很痛。对，然后我其他买的鞋款顺便讲一讲啊。你都来到这里了，好，我跟你换个位置。好，这个包包呢，这是我大学的时候，然后这是一门李宗盛的课，所以李宗盛人在这里哈，对，被他打马赛克掉了。
然后我大学的时候就是背这个包包，那这个包包呢是我妈送我的，它是一个 LV 包包，那是别人送我妈的，是我的妈妈的朋友送给我妈的。所以你妈妈在使用的时候就已经是二手包了。对，然后我等她再传承给你三手包。然后我现在呢要做一件事情，我要把它翻开来给大家看，就是等一下、我把它翻一下，我可以给大家看这个里面的状况。先给莎莎看好了。里面哦，这里面使用痕迹，里面是长这样，对对对，都剥皮了。你这样子我都不用。那个等一下，那个躺床的已经赢过我们了，好吗？拍得出来吗？刚刚那是下雪吗？我们直接把一个，你看它这全部就是。跟头皮屑没什么两样啊，请你不要造成摄影棚内空气污染好吗？你看地上都红红的。对，所以后来我才不用，因为我不管装什么东西进去，哇，你这样子不行哎，你这样子掉价掉很凶，都是屑屑。但是因为 LV 它这个包包就外观看起来还是行嘛，就它的包包厉害，就是厉害在说，不管你怎么乱背怎么背，你看其实这边的角角啊。都是啦，其实它上面都是斑驳的。对，它上面你仔细看的话，哎，摄影大哥在哪里？我给摄影大哥，摄影大哥，摄影大哥是哪一位啊？被侵略，哪边亮红灯你就去哪边，哦，哪边是红灯我就哪边是。这里吗？他会硬，他会硬，不用太近吗？像是你看，到底什么节目？这边看得到吗？好了，我直接拿最夸张那一面啦。我觉得所有最夸张的在这里啦。你可以看到吗？我现在甚至鼻子有点过敏，就是剥皮跟发霉的一个情况啊。那其实我当时大学在背就这样了。哎，你从大学开始背？我大学的时候我，好，你可以后退了。好，我可以后退。因为那个取景实在太奇怪，然后里面王家卫的电影里面也是脏到不行，你可以自己看。对，可是因为其实你说维持的不好，确实是斑驳啦。可是用到现在，我觉得也算还行用啦。我跟你讲，已经毕业个12年了，你就把这个拉链拉起来，不要用它。对，原则上还是可以用。所以我从大学的时候一直背到我出社会，我在国民党工作。我2016年的时候，甚至还继续有拿这个包包，都还在背。对，就是其实背了10年有了啦。这位你认识吗？这位哦，这应该就是课堂里面的学员啦。哦，其实不是你的什么同学啦。不是，他是一堂李宗盛开的课，然后我有去上。好，看得出来小新相当疲惫哦，拖着沉重的步伐要回到座位了。我就是一个那个吃感冒药吃太多的人。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、面食、甜点以及手摇饮吗？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，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，就是这个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，餐前30分钟一次吃2颗，吃大餐 so easy。旺旺出品的这一款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是柠檬红茶风味的，像这种。夹链包设计哦，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胜豆，获得了美国 FDA 的认证以及 GIS 健康许可。这个成分呢，其实是很天然，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。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购，为自己的健康、自信与美丽下单。很重要的是记得输入推荐代码，因为会有额外折扣。